救！哎呀，文章！你当走哪个去了啊？我应该是走别人去了吧？啊？别人去了吧？你自己坐那个车，我自己搞不清吧。我两边也晓得，出点事了，我也根本就没反应过来。当时车怎么开的？车怎么回？怎么出的事啊？我不记得了。他那个货车是在你前面，在你后面。不记得了。是走的慢着还是快着的？记得了。你问那个事，他也不记得，问你也不记得，那你这个师傅叫怎么跟你定责任呢？这是我让。给打电话的，怎么办呢？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